可以啦，这样收起来。哇，那边烟很大哎。对对对，那边烟大到有点不寻常。是面粉啊？认真。我现在决定把它尾巴切掉，因为它太大只了。头也切掉吧。你说。哦，你那个是乌丝汤吧？真的。两分钟了。露西派已经开始加热油锅了。OK。 可以了，可以啊。哦，这样收起来。那个，你不要这样。啊，请问还有几分钟啊？你小心手。还早，小心手，各位小心。那边烟很大哎。对对对，那边烟大到有点不寻常。真的？那到底是盐还是糖？不要想太多，这应该是面粉。还是蛋白粉？是面粉啊？认真。现在进度。 我还没吃午餐。几分钟了，对，只有陆续派一个人。哇塞，你很浪漫主义耶！你很有奥利佛的感觉。我只有十分钟，你很有谢霆锋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，我现在决定把它尾巴切掉，因为它太大只了。头也切掉吧。我一开始看到锅是烧起来的时候，我原本想去阻止，但是我怕我去阻止被骂，所以我就不敢动。但是那个烟已经冒到好像有人前面放一个干冰，在制造效果的那个干冰。但是我看到它另外一个一面，就是正确的一面，就是它有雕花，因为那只吴过宇其实本身蛮厚的，它如果不雕花，我跟你讲，十分钟不可能会熟啊。所以我看它雕花的时候，我觉得它好像蛮有概念的哦，就后来它去头去尾之后，我就觉得快晕倒，然后锅子
现在几分？太可怕了！你要冷静说。不要吧！啊！你那个是巫师汤吧？真的，很像巫婆哎。怎么样？好像吗？好像可以吃，对不对？好像。好像可以吃。好，好，随便都可以。可以，露西派有一种让别人很想看他的那个。哎，他的闻起来还不错哎。越多越好。那你什么都加，确定吗？姜母鸭哎。我觉得我很喜欢露西派的态度哎，他有他自己一个 tempo。对，他的 tempo 就是哇，我就是对。对，你们不用担心。五星主厨，对对对，有自信最要紧。